大家好，那个今天是2019年3月18号礼拜一，好，那奶奶住院的第八天，那她现在在吃高丽菜包，好，水煎包高丽菜可我也在那个圆顶电影院隔壁的水煎包店买的。奶奶，我喝酒不？普通啊。哦，奶奶讲普通啊啦。奶奶，你身体有较快活不？有啊。有哦，你看我一个。有吼，好啦，本来他的脚，哦，他的右脚在上礼拜二，哦，今天是礼拜一，在上礼拜二的时候开刀，然后左那个左胸部的乳房在上礼拜五摘除，哦，因为那边有发现乳癌，哦，恶性肿瘤摘除，哦，那现在就是复原状况算不错。蛮好的，哦，那已经吃完了一个水煎包，那个水煎包还蛮大的，大概160克，他把它吃完了。奶，你敢要洗手的？我去清水给你洗好不好？免啦，我要洗澡。你要洗澡，你下早敢不是较洗尔吗？无啦，我等下替你切好不好？嗯。我等下替你切，你袂当去洗啦，用切的就好啊啦，好不好？我等下替你切切嘞，好，先安尼啊，好，大家拜拜，我帮我奶奶擦澡，谢谢，无啦，我咧行讲话啦。